好，今天我是你们的司机，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穿的这身？其实我觉得我很像一个专业穿烂裤的这个司机，也就是代表说，你基本上我非常注意爱干净，但是我家境有点，不是太富裕，所以我的裤子就是变成这样子啦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请大家呢能够尊重我们的这个 taxi driver， 然后好好爱我们的这个 taxi driver， 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 taxi driver 在我们搭德士的时候呢，要比较正确的算我们这个德士费哦，耶！我爱 taxi driver。